乌干达艺术家 Fred Mutebi 出生于1967年，他是享誉国际的木刻版画大师，毕业于乌干达坎帕拉马凯雷大学工业与美术学院，曾经在2003年获得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富尔布莱特奖学金，并成为该校的助校学者。随着接触美国多元文化，Fred 决定将非洲本土艺术作为他艺术创作的核心。Fred 的作品多颂扬祖国乌干达的自然美景，讲述并记录乌干达生活中重要的事件。他使用鲜艳而充满活力的颜色、令人惊叹的构图，创作精美的木刻版画。Fred 将他的艺术品销售收入50%捐给乌干达艺术组织 Less Art Talk，希望透过艺术来帮助贫困、童工、性别歧视、社会政治不公平、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。他是一位关怀社会、关怀生活的艺术家，